亲爱的长荣 PNP， 我是长荣的大家长 Roger 老师，恭喜你成为 PNP， 考上 PNP 不是结束，而是责任的开始。我勉励你，期许自己一个梦想，用 Scrum 来实现。Roger 老师建议你透过 CSM 的培训，深入学习 Scrum 来强化自己的软性技能。在 PNP 之后，你可以增加自己核心能力的一环，也可以证明你自己的敏捷力，深入学习更多的敏捷证照。 Scrum 有三个环节，第一个，人本为导向，可以激发团队的创造力；第二个，在短周期之内创造产品；第三个，以客户价值为导向。CSM 培训课程有大量的实践及小组互动模拟，能激发学员的思考力，并加深学习成效。课程利用敏捷框架，帮助企业更快地交付高品质的产品，提高客户满意度，降低风险，并提高团队的协作能力，灵活地应对变化和新需求。我期望在 CSM 课程再度见到你，祝福你职场顺利。以上